叔嘛，我找男朋友有三个标准，一个他要个子比较矮，第二个他要会做大饼，第三个他要喝药的速度比较快，姿势比较帅。能满足以下三点的咱们打个能，不能的咱们就说不能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要要强，不要倔强，不要要强，基本上都不能。基本上都不能，好不好？点点关注啊！想买602续航吗？602续航现在我们家是有现车的哦，而且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就要过年了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让你把现车提走的，而且我们可以帮你把临牌先打上，帮你打上临牌，你过年前还是可以提上现车。602四驱双电机版本有现车啊，兄弟们，有现车，有现车。没有点关注宝贝们可以点点关注。原来甜甜喜欢大郎，给你们开玩笑呢。来，兄弟们，我问一下大家，还有多少大哥没有拿到甜甜手上这个亲手写的报价单？这边的话呢，包括了我们比亚迪宋 Pro 的落地价、圆的落地价、秦的落地价、唐的落地价、汉的落地价。这边是旧车置换补贴，这里是现金优惠，背面就是宋 L， 就这个车。这个车子的落地价格，还没有拿到报价单的兄弟们，公屏上咱们扣一个小一，后台小客服打开录屏，有一个小一咱们准备一份，两个小一准备两份，三个小一咱们准备三份，好不好？好，比亚迪王朝网全系车型落地价格，而且全部都是已经加上保险减去现金优惠之后得出来的落地价。想要扣一啊，想要扣一个小一，然后左上角没有点关注兄弟们，咱们点点关注。后台小客服记得开录屏啊，有几个一咱们就上几份，没有人扣一咱们就不上了，好不好？没有人扣一就不上。来，倒计时五秒钟，几个一上几份，五、四、三、二、一，就一个小一吗？我们林帅大哥一个小一，来，后台小客服帮甜甜准备两个小一。那一叶孤舟大哥，大哥远直播间十一级粉钻灯牌。你十一级粉团灯牌，你消费等级21级，天天给大哥远就续灯牌是不是？来，两个小一，后台小客服帮甜甜准备两份比亚迪王朝网的报价单，大家点好关注之后，两份报价单放在彩色小风车里面，需要报价单的兄弟们直接点彩色小风车，然后哎，这是新挂的链接吗？去预约。然后点同意就可以了，好不好？只要出现绿色对号预约成功了，会有小客服把我的报价单直接发到你的抖音后台的。左上角没有点关注兄弟们可以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哦。然后这个比亚迪宋 L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车子它的话呢是 13.0 纯电平台打造的，所以纯电续航的话呢有550公里、662公里，还有一个602的四驱双电机版本。很多大哥在问有没有发动机啊，有没有那个混动的啊，是不是要加92加95加98都不需要，它是一台纯电车啊，就只要充电就可以了。车都拉成 SUV 了，我要把它拉得更高一点。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可以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比亚迪王朝网的直播间。这个 L 的话呢，不是代表 long 的意思，也不是代表large， 也不是代表大的意思。这个 L 的话呢是代表 light， 代表光的意思。 L 的话呢也代表 luxury， 代表奢侈的意思。这台比亚迪宋 L 的话呢是采用的龙岩前脸，再加上我们的龙筋大灯，还有我们的游龙腰线。这边的龙须呢叫做 3D 的龙须。我们问一下直播间各位兄弟们，有没有大哥想看一下前备箱？想看前备箱的兄弟有吗？有的话公屏上扣一个有，然后我们给大家把前备箱打开，咱们看一下前备箱的容积。后备箱容积是那个后备箱容积是900多升，然后前备箱容积是48升。想看前备箱的兄弟们有吗？有的话扣个有，没有点关注的宝贝们可以点点那个免费的关注啊。没有参与福袋的大哥们，来，福袋快开了，还有3分多钟，各位兄弟们可以点击播左上角的福袋，点击去发表评论，再点点发送就可以了。想看前备箱的兄弟们有没有？有的话公屏上咱们扣一个有字啊，欢迎大家。林帅大哥想看是不是？好，那我们把这个前备箱给大家打开，顺便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开我们的前备箱。就是拉开车门之后，然后你们用手就是连续下面有一个拉手，连续拉两下，这个前备箱就可以打开了。但是只能够是手动打开手动关闭，不能够那个电动打开，也不能电动关闭啊，只能手动打开，就直接这样撑起来就可以。这个也是液压的，这也是液压的，不需要大家就是机械的去撑它，液压的啊。然后前备箱容积48升，前备箱的容积是48升，然后后备箱容积是900多升。如果说你们前备箱的东西放不下，你们就放后备箱，后备箱里面放不下就放前备箱。这里面像过年不是会买很多车厘子啊、水果、海鲜什么的嘛，那一箱箱的东西其实放这个前备箱是刚刚好的，48升的一个前备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容积。
左上角福袋没有参与的大哥们可以点击播左上角的福袋，点个关注好不好？我们年前我希望能够到3100个粉丝，我们到3100个粉丝行不行？我们就差几十个大哥，我们就到3100个粉丝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前备箱关闭喽，就直接用力往下一按，然后这个前备箱就可以关闭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尺寸，这个比亚迪宋 L 的话呢，它的定位是一台城市中型的5座列装 SUV， 然后整个车长的话呢是超过4.8米的车长，宽度的话呢超过1.9米。有没有大哥看得出来这个高度有多少？我的身高是160，然后穿了个10厘米的高跟鞋，有没有大哥看得出来这个宋 L 的车身高度有多少？知道的兄弟们可以打在公屏下方。甜甜丝袜怎么不破洞？破的那个丢了呀，破的怎么能接着穿呢？破的丢了呀，破的嘛就丢掉了呀。对，1.5米啊，这个车身高度超过1.5米，1.6米没有，它没有到1.6米，它就1.5米多一点点啊，1.5米多一点点，没有到1.6米啊。然后，福袋还有1分多钟，感谢王朝大哥送出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感谢兄弟们的粉丝团灯牌。我有多高？我160的身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无边框车门，然后这个车窗玻璃是完全可以降到底的，可能在这边打开车门之后降不到底，但是我坐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玻璃是可以降到底的。坐进去之后啊，这个玻璃是能降到底，但是打开车门的一瞬间，然后这个玻璃就会打开一点点。这个是哪一款？这个是比亚迪的宋 L， 这是比亚迪的宋 L， 它就是一个无边框车门的设计。然后后排的玻璃给大家看一下，后排的玻璃就不能放到底了，后排的玻璃就只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差不多还多那么一点点吧，后排的玻璃就是这样啊。然后前排的玻璃是可以降到底的，前排可以，后排不行哦。优惠多少？现在有一个旧车置换补贴6000块钱，然后还有额外的这个数可以给大家做操作。嗯，大家想买哪个续航？想买550续航的话扣个550，想买662续航扣个662，想买602续航的话扣个602。哎，你们没有发现我有变化吗？哎，老粉朋友们，你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变化吗？两天没见我，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变化？有吗？知道的兄弟们可以打在公屏下方。变漂亮了，你们这是标准回答，你们这标准回答。耳钉，耳钉不是一直都有吗？一直都在戴啊，没有变化吗？变苗条了。哎呀，你们这个都是哄的，你们都没看出来，你们都是哄人呢，你们都哄人。来，福袋开了，中了甜甜的福袋，可以送我一个小星星啊。对，头发变了，没发现吗？我长那么大，就是我20多岁了，我从来没有染过一次头发，昨天晚上染到凌晨啊，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染头发，我从来没有染过头发，我一直都是黑色头发，现在变棕色了。你们觉得黑色好看还是棕色好看？觉得黑色好看打黑色，觉得棕色好看说棕色。我第一次染头发，真的没染过，这辈子没染过头发，真的是觉得蛮新鲜的，蛮新鲜的，从来没有染过头发。都好看吗？都好看。那行，那我就过年我就这个发色了，过年我就这个黄黄的头发了。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点点关注啊。嗯，腿好看。下午好，主播。下午好，各位大哥们，欢迎大家。Hello， 下午好，我们是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店，我们也是比亚迪王朝网5星级的经销商。然后各位兄弟们，如果说年前还想提现车的，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现在现车资源非常的充足。就像这个宋 L， 无论大家买550、662、602四驱双电机版本都有现车啊，全部都有现车。粉色好看，粉色太夸张了吧。粉色头发太夸张了吧，我还是染一个低调一点的颜色吧，我觉得这个颜色刚刚好，不是很高调。小猪你没看出来吗？今天你见到我的时候没，你没看出来我染头发了？我觉得黑色和这个颜色差不多啊。你个大直男，你个大直男，小猪都没看出来。为什么能够看到鼻孔？因为人就是有鼻孔呀，人有鼻孔就可以看到。我看一下600多公里多少钱，所有灯空调都能跑多少公里？662公里还是602四驱双电机版本呀？平安幸福大哥，你是说662续航的还是602四驱双电机？大哥，如果说你买的是602的四驱双电机版本，那就是一定会费电一点，因为它的零百加速度很快，它零百加速是4.3秒的。那如果说你买这台662续航的，那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费电，
它是后置后驱的，然后像四驱车的话，它必然是会稍微的那个电能会耗得更多一点，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尾部啊，左上角没有点关注兄弟们，咱们点点关注咯，然后有些大哥我就先把你给踢出直播间了，好不好？然后没有点关注兄弟们，咱们点点关注。我看一下多少粉丝了，我想年前3100个粉丝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3100个粉丝了。我们开播前只有2900个粉丝，现在一开播3100个粉丝，了了我一桩心愿。我就想年前的时候可以到3000粉丝，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给我点了关注的大哥们，我祝大家吃不愁穿不愁，不住平房住高楼，天天潇洒夜夜温柔，买卖如同长江水，生意如同锦上花，大财小财天天进，一顺百顺发发发，家里都是你当家。感谢兄弟们的关注，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刘兆大哥的关注，感谢兄弟们，希望我们今天粉丝多涨一点，好不好？然后后备箱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你们目光所及之处，后备箱里的东西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个年货都是直接放进你们车里的，无论大家问我们买唐宋秦约翰哪一款车型，后备箱里的东西都送给大家，好不好？然后有大哥想问，有没有大哥想问那个优惠政策的，今天都给大家整理好了。你看像之前比亚迪秦的那个现金优惠只有1W，对不对？现在我们的比亚迪秦现金优惠直接给你们整到了13000的现金优惠，比亚迪唐你看21000、15000，而且汉这边更夸张啊，有那个23000、15000、15000，元 plus 你看宋 pro 现金优惠全部都理好了。大家有没有想问哪个车子现金优惠的，我们直接给大家就是说报个价格呗，报个落地价格呗，620公里高速，120公里空调灯所有开着，然后呢平安幸福。大哥没理解没懂，620公里，有602续航的，没有602续航的，有602续航的，但是没有620的，没听懂这啥意思，没看懂，不好意思哥。左上角福袋参与一下，左上角福袋还有我们5分多钟，没有参与福袋的各位大哥们可以点击福袋，然后点击去发表评论，再点点发送，好不好？我们先参与一波左上角的福袋。有没有兄弟想看内饰的，还想看外观的大哥扣一个小一啊，想看内饰的大哥扣波二，你们想看哪里？想看外观扣一，想看内饰咱们扣波二吧。如果大家都想看内饰的话，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内饰续航达成率有多少。一般来说冬天的电车续航达成率应该是在60或70，但是呢这宋 L 比较特别，它是一个 E3.0 纯电平台打造的，所以它的续航达成率呢会比一般的我们比亚迪的电车续航达成率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但是这个续航达成率呢是千人千面的，就是任何一个车评人啊去测一台电车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一句话，任何一个车评人，任何一家车企，他都不能给你承诺我的续航达成率一定能到多少，因为每一个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你们的路况不一样，有些大哥是开非铺装路面的，有些大哥是开铺装路面的，有些大哥是开市区道路的，有些大哥是开高速的，有些大哥他的那个油门啊电门啊刹车他就是来回踩，这样也会比较耗电的。所以续航达成率这个东西只能给大家说一个大概，如果兄弟们真的想测续航达成率，来我们那个展厅，我们有线下的那个试驾车，直接去试驾一下，你们就可以知道自己你们的脚法续航达成率有多少了，好不好？看看大灯亮不亮。行，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前脸，左上角福袋还有我们4分多钟啊，没有参与福袋的大哥们可以点击一波左上角的福袋，再给大家看一波前脸啊。然后想来我们这里买车，想来试乘试驾的兄弟们，点下方彩色小风车，点下方彩色小风车就可以来我们这边买车，然后也可以来我们这边试乘试驾，到店有到店里，试驾有试驾里，预约还有预约里啊。这个大灯的话没有打开，哎，还没打开，龙筋大灯，然后游龙腰线，龙岩前脸 3D 的一个龙须，它也是有前备箱的哦，不仅刚才给大家看了后备箱，宋 L 也有前备箱，前备箱容积是48升的一个容积，就空间利用率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续航达成率5折应该不止，因为它是 E3.0 纯电平台打造，这个平台打造出来的车子续航达成率都会高一点点。但是冬天的话，如果说开热空调啊，然后那个座椅加热也打开，然后方向盘加热也打开，那可能会稍微耗电一点点。冷不冷？不冷不冷。感谢随意大哥的关心啊，不冷不冷，感谢兄弟们。有没有大哥想看内饰的？想看内饰的宝贝公屏上咱们扣一个一，然后超过5个小一，5个小一我们给大家
大家看内饰，好不好？想看内饰的兄弟们，公屏上可以扣一波小一啊。多少匹马力？每一个续航的动力不一样。550续航的话呢，0-100加速大概是在8.6秒；662续航的话呢，0-100加速是6.9秒；然后602的四驱双电机版本，0-100加速是4.3秒。每个续航它的动力不一样啊，动力不一样。看内饰是不是好？那我等一下，我去拿个围巾。我去拿个围巾，我们去看内饰吧。没有点关注大哥可以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然后领领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哦，领一下福袋好不好？我们给大家先讲一波内饰，我拿个围巾。兄弟们，兄弟们，公屏上过会儿又要不理解不理解了，满公屏理解啊，满公屏理解，满公屏理解，好不好？先满公屏给我打一波理解先，免得大哥又说不理解不理解。然后给大家看一波内饰，没有点关注宝贝可以左上角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然后内饰方面的话呢，有三个颜色可以选，662卓越，662卓越有现车哦哥。虽然说我这台是超越版本，卓越我们家有现车。大哥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内饰？喜欢这个白色，还是喜欢那个橙色？还是黑色的话选不了啊，黑色内饰只能是602的四驱双电机版本才能选黑色内饰，就其他版本选不了黑色内饰。看电影吗？这里是可以放电影的，而且我们比亚迪会送你两年的流量，会送你两年的流量，你在这里边看电影啊，然后我记得是可以刷抖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下载啊。不仅可以看电影，刷抖音也可以的，听歌也可以的啊，都可以，都可以，会送你两年的流量，好不好？换地方了吗？一天三场直播啊，一天三场直播。橙色内饰，橙色内饰有现车，现在有那个灰色外观橙色内饰、白色外观橙色内饰、黑色外观橙色内饰的662续航卓越有现车。哥你可以直接点下方的这个彩色小风车，然后点我们的这个粉丝专属预约通道，然后去预约一下，点个同意就行，然后会有小客服跟你对接的。这个链接不用改吗？这个组件，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下哪个啊。这个组件要不要换一下？有点不方便，这个组件要不要，要不要换一下？感谢天意大哥送的小星星，谢谢各位兄弟们。左上角福袋还有50多秒，没有参与咱们家福袋的各位大哥们也可以点击播咱们这个左上角的福袋，抓紧参与进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要接着跟大家讲内饰咯。22个 W 可以落地吗？你们有没有旧车置换？有没有旧车置换？现在有一个旧车置换补贴6000块钱，有旧车置换的大哥们公屏上扣一个666，公屏上扣一个666，额外的我们店里除了这个旧车置换补贴6000，再给你操作这个数好不好？再给你操作这个数行不行？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哦，欢迎大家。有旧车置换是不是？那加上你的旧车置换补贴6000，额外的我们再给你操作这个。然后你买的是卓越，卓越的价格应该是在219800吧，219800，大差不差，可以，大差不差了，可以落地啊。感谢静仔大哥的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子的内饰呗。这个内饰是一个白色沙滩的内饰，福袋开了，中了甜甜的福袋，各位兄弟们可以给我送一个小星星好不好？一人一颗小星星，祝大哥们今年升职又加薪，万事都顺心，美女见了都动心。我们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内饰。你好小迪，来了，打开座椅加热。座椅加热已开启。这个的话虽然是超越版本，但是它前面都是有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的。那像刚才大哥说，我买的是662卓越，卓越版本比起超越版本会多了。除了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之外，还有座椅按摩，还有腿托的调节。然后卓越版本还会有方向盘的加热，还会有多色氛围灯。超越没有氛围灯啊，卓越有氛围灯。然后卓越版本的音响也不是这个比亚迪的原厂音响，卓越版本的音响是 HiFi 定制12个扬声器的丹拿音响。但不知道是不是仰望同款，我也只是听说的，听说好像是同款。然后音响是丹拿音响，后排还会有后排的座椅加热，然后后排还有独立的那个空调温度可以调节，独立的空调温度调节全部都是有。卓越版本还会比超越版本多了一个电动尾翼，就是在外观看上去会更加帅一点。卓越还会有香薰啊，像我们这个超越你看屏幕下方是没有香薰的，卓越版本就会有香薰。我们比较推荐的版本是那个550的卓越，不是662卓越，会价662卓越价格会有一点高，我们推荐大家可以买550的卓越版本，性价比高一点点。虽然说续航可能续航没有那么像662那么夸张吧，但是550续航真的够开了，你相信我，我自己也是开电车的，我的车子我刚刚充满电，
我充满电是424公里，424公里满电啊，充满之后我一个礼拜充一次电就可以了。我一个礼拜充一次电，我每天都开车，我每天都要上下班开车，而且我那个开车的那个频率是很高的，我一个礼拜充一次电就好了。各位兄弟们，不一定一定要买我这个662续航啊，买550续航完全够用。这是毛巾吗？这是围巾，这是一块围巾，这不是毛巾，这是一块围巾。送 L 除了 5K 的现金优惠还有什么福利？就其他的就是一些零零散散的了。如果说你真的要买车，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我们反正也过年了嘛，就说的那个明白一点，就是也大家都想赶紧把车子卖掉，之后我们也想早点回去过年了。就如果哥你是真的要找我们买车的，你直接点那个下方的彩色小风车，然后点第一个链接去预约，然后点个同意就行，我让小客服跟你说好不好。因为我们也是想赶紧把车子卖掉嘛，对不对？把围巾拿掉不好看吗？这个围巾这围巾在这里不是很可爱吗？而且还有那个保暖的功效。然后我们座椅加热已经打开了，这个是自带的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然后内饰有三个颜色，一个白色，一个橙色，还有一个是黑色的。但是黑色内饰只会出现在602的四驱双电机版本上面，像550续航啊、662续航啊，只能从白色和橙色这两个颜色里面选。但是白色、橙色都是免费的，就随便选，好不好？免费的随便选啊。嗯，没有点关注宝贝们，咱们点个关注行不行？然后我们再问一下大家，还有多少大哥没有拿到甜甜手写的这个报价单？还有多少兄弟没有拿到报价单的？公屏上咱们扣一个小一来。这个报价单的话呢，是包括了王朝网现在所有车型落地价格了，有比亚迪宋、元，这样看不见吧？宋、元、秦、唐、汉，所有车型落地价格、旧车置换补贴、现金优惠，背面是宋 L 的落地价。过会儿我让小客服就是把这正面一张图片、背面一张图片直接发到你的抖音后台。